比原装充电器充电还快的充电器。它带了三个充电头，可以同时为三台手机进行充电。它的充电速度呢非常的快，半个小时呢就可以为手机充满电。同时它的数据线呢还带了三个充电头，你不管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它都可以充。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啊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看看左下角。